欢迎来到 A1 解困，欢迎叶欣欣阿波，早晨。早晨，早晨。好，我哋今日睇睇咧，礼拜一如无意外，都应该系占领行动嘅新闻啦。系咁啊，占领行动嘅新闻咧，我觉得今日最大单咧系东方嗰单，系撤。哦，系。琴日咧就阿戴耀廷咧。又好高興啊！又高興，佢我覺得佢而家係其實可能係好攰啊。係，佢好少呢排好少見到佢。佢好攰，所以佢唯有要用嗰下飲咗 Red Bull 戳上去先得。琴日佢好即係精神爽利咁講：我哋一齊去自首啦！咁樣即係嗰啲咧，創造世界紀錄，同一時間一齊去自首。啊！咁如果如無意外咧，聽日就政府同學聯對話啦嘛。嗯咁你已經一齊話一齊去自首啦，成班人一齊離開廣場啦。咁嗰一部分我唔知佢係真心高興啊，定係攰得就要戳上去啊，定係其實覺得自首好好 high 嘅一件事，我冇辦法，又係冇辦法理解。其實試過噶咯喎，即係嗰啲係報案啦。其實試過個效果出嚟，有咩效果咧？即係自首佢成日都話處理唔到咁多人，但其實嗰日社工一齊去齊去報警，其實已經預演咗一次咁就已經，其實警方係。已經係試過一鑊噶啦嘛！我哋一齊去自首啦，咁樣有咩咁嗨咧？最有趣嘅地方係咩咧？最有趣嘅地方係咧，記者好識做，即係影佢係嘛？淨係影佢，佢嗌完之後咧，冇影到，冇影群眾嘅，啲群眾冇理佢，但係啲群眾係有感謝咁樣嘅，有係啊，即係嗰啲好零落嘅，好平時戴耀廷講嘢嗰只效果係啦，但係其實佢係。我不知道他是覺得終於可以完了，所以很開心啊！我自首了，終於自首是不是算是一個暫時一個完的了？對他來說是的，都是的咯，對他來說是的，對很多人來說我不知道，他們又說他們不代表他們，他們不代表他們，他們又不代表他們的嘛，是不是？所以這樣啦，所以當你見到東方和其他報章很關注戴耀廷撤，其實都是想營造一個勢力，就係、是、話，不如你哋撤啦，都係咁樣啦嚇。咁咧就今日除咗呢單之外咧，就 Metro 呢單其實就相對嚟講咧就舊咗噶啦，因為咧講緊係即係前日嘅新聞嚟嘅，係就係講話有個23歲嘅男子，就想叫人哋出嚟，係啦，咁佢係住天水圍嘅，係咁結果咧警察就去咗佢屋企就拉咗捉咗佢咯，拉咗佢啦。咁有人就形容這個呢個咧係會不會是網絡入罪呢、但是你煽動教唆他人犯法呢，其實他要拉你是有很多方法的。但有多少人即是煽動和拉到呢，其實可能很多的。但是你可不可以說選擇性執法呢？我覺得在網絡呢是沒得不選擇性執法的。太多了。多到。他很多，同埋你怎樣找到他們，多得很重要咯。就你見到《蘋果日報》咧，即係比較支持成個運動噶啦，切頭切尾都係講緊希望可以交到解決危機時間表啊，同埋希望即係個對話係成事嘅。咁啊，《文匯報》反而咧就講緊咧就維園燭光集會啦。係，不過呢個咧就係手機光，就唔係蠟燭啊。咁咧就係呢個晚會咧，就大家唔好搞錯，就唔係六月，就係十月。咁咧就係呢個撐景嘅燭光手機燭光集會啦嚇。我又係覺得幾辛苦嘅，真係嗱，即係首先咧，首先就係、是、又係嗰個文字同個圖畫咧，唔係嗰樣嘢，真係好慘喎！我等翻集會者慘，佔旺黑手大起底，下邊唔係旺角先啦。而且那班人不是黑手，虽然他后面又报了反占集会光照维园。反占集会你懂不懂解？反占集会是啊，其实你没得缩的，有时你一定要写反占中集会的。但其实是不是因为他已经觉得已经不是再是中，跟着你有旺角，你有铜锣湾的时候，其实他就不要这个字，跟着用了这两个反占领行动集会咯。可以跟住你反佔領行動集會照維園啱啱夠位，所以完曬。係啊，你睇埋啲 space 啱啱曬，但係即係我覺得好困惑啊！真係呢度又唔係旺角，
又唔係黑手，唉，真係真係咁。但係你調翻轉頭咧，你頭條入報又有黑手喎，網上黑手同佔旺黑手，唉，撈到亂曬嚟咯。咁啊，當然啦，其實梁振英指外力介入佔中，梁振英指外力介入佔中啦。《星島日報》呢條題咧，大家研究一下，就同《蘋果日報》呢條題咧，就可以完全唔同嘅喎。全球外國勢力介入香港，梁振英指外力介入佔中，呢條可以好正面嘅喎。有外力嚟調解佢都得嘅喎，係咪啊？都係嘅，即係佢冇指外力介入啫嘛，佢冇講勢，因為勢力就好似感覺上係一啲負面啲嘅嘢嘅。不過咧，嗱，就算係《蘋果日報》佢話外國勢力咧，佢內文都唔係寫外國勢力㗎，內文係寫外部勢力㗎 ，external forces。咁我想問一下阿葉小姐啦，你即係從事呢、這個即係智庫think tank咁多年，所謂外國勢力 foreign forces 同埋外部勢力 external forces， 你會點分嘅咧？阿 Paul 你又會唔會點分嘅咧？外國勢力就係即係其他國家啩，外部可以係本地人，甚至乎即係有唔，總之唔係嗰個機構嘅內部啦，本地人就內部啦，有啲咩嘢又唔係第二個國家？但是你又要说它是外部不是自己内部啊，在中国这个地方才有可能的。就你不在香港范围里面。你不在香港范围里面，那就不会是澳门啦，是不是？但你又不是一个国家喎、有一个地方，有一个地方是这样的，其实就是台湾。所以呢，你说梁振英讲话外部势力而不用外国势力呢，其實咧係意有所指咧，就係可能咁多種唔同嘅勢力入邊咧，係包含埋台灣喺裏邊嘅，因為台灣又唔係一個國家，起碼對於中國嚟講唔係一個國家啦，對台灣人嚟講係啦。咁但係咧，佢係屬於外部嘅嘢。我明你講乜嘢。係啦，咁所以梁振英咧，佢係特登講 external forces， 而唔係講 foreign forces。或者 overseas forces， 即是海外勢力，它是特登这用的。但其實你海外 都其實勉強都 OK 的，因為你自己本身只要不是你自己這一道這個機構的話，其實外面的。但我們通常說去 overseas 就不會包台灣的嘛，是的，所以我覺得它是意有所指的，不是只是說英美 的而很多學生啊，或者即不同的人代表說特首冇講到講明係邊個國家，但係佢刻意用咗 external 外部呢個字咧，即係話最低限度，佢意思係包埋台灣勢力喺裏邊。因為其實英美我唔知道，因為 external 可以係日韓得唔得？係咪日本、韓國？係咪你甚至乎啊，即係柬埔寨都得㗎？係咪？即係你點講都得㗎？但係佢唔係用 foreign forces 喎。佢用 external forces 咧，就即係話我唔理其他嗰啲 foreign forces 係啲咩先啦，唔理外國有幾多個外國先算啦。但起碼佢一定係包咗台灣嘅。反指係啦，一定包咗台灣嘅。咁所以你話佢冇指邊個國家咧？嚴格上嚟講咧，又唔係嘅。其實係包含台灣在內及其他。哇！你其實你睇翻最初國家，最初嘅時候，其實台灣嘅朋友係台灣嘅人咧，其實係最先有反應係。在他們那個地方支持這邊的運動的嘛，甚至說你抄他們又說你們抄襲我們的情報。好了，最後情報看看，除了這個芝士薯波和蜜糖芥末雞堡是這個大頭版新聞之外，其實你覺得曾俊華都是板底來的，是吧？是而且曾俊華我覺得他很笑，他搞到他那個這樣的相的尺寸 很學生相的大頭，但上面寫住愛與和平，以前嗰啲宗教版畫又係咁樣嘅，其實咁啊，另外其實即係情報係唯一一份咧，就係講撞車撞彎 iPhone 六燒著着火，啲中文係完全唔知佢寫乜嘅。撞車撞彎，係咯，係你睇下，即係其實係咪撞車撞 iPhone 6？ 燒著料都好啲啦，係咪？即係，唉，都係咁講。
唔緊要啦。你睇咗圖畫，你就會知道佢講咩。係係係。咁就唔使寫文字啦。如果係咁，咁唔識字。咁你唔知道點解佢會彎咗，亦都唔知點解佢會消長。好啦，有關呢一個中文嘅問題，我哋留待聽日啊張先生啊同我哋再 A 一解困解答啊。